这个时候出棒打成的在左半边方向打拉麦深远的左外手追了过去，来得及吗？这个球最后是掉在界内，裁判说掉在界内。哦，张志豪现在绕过垒之后要继续抽三垒，这球掉在界内，结果变成一支三垒安打。哦，结果这个球最后裁判认为是掉在界内。但是第一时间来看的话，不知道是不是有掉在界内哦。谢俊仁这个球并没有接到，洪一中总教练要上来抗议一下。嗯，哇，感觉上第一时间好像真的是掉在界外哦。